把刀装平，装平的话，我们要先装好，扭上去，然后扭过来，对平，这边就是四块板，这四块板的话是非平的，然后因为这个对。 之后怎么怎么样？要对平，对平就是四个面，就四把刀就装平了，然后我们再出。 把刀就装平了。